你啲餓餓地咁嘅，睇下有冇嘢食先。 话斋系我前佢，等下次打到你摊低尿。你有后打系有个限度嘅，你个细佬都唔够我打。睇住！啊，你招系咩嚟嘅？我个衰佬滚完翻嚟咧，我就用呢一招嚟搲佢噶啦。好老怕烂老，烂老怕泼妇，原来系咁。不过我遵守泼妇。 Yeah.
放低个细路仔，放低个细路仔，放低个细路仔。妈咪，妈咪啊！接住佢，快啲！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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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啊？冇事，快啲去救彬彬啊！大佬，我帮你做低咗六个差佬，攞翻啲犯罪资料，你听日上堂一定冇事嘅。有只雀仔跌落水，系电子声波感应喎。除咗我把声讲呢句说话之外，冇人可以开到呢个夹门。哎我现在看你怎么拿证据。哎 ,Boss, 哎开夹门啦。我不会开的，你是警方的人，你不敢杀我的。哎，我不是警方的人，我捞 part time 的。不过这样听日你就会被判有罪。我有罪？你有证据证明我有罪啊？你这老狐狸。我是一只千年道行的老狐狸。可惜我们只不过当你是笼里面的雀而已。唉，但是这只雀听日就要振翅高飞了。可惜有燕仔呢。燕仔？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怎可以令到你跌落这个陷阱啊？哦，跌过一次以后就不跌了。你真的要我落手你才肯开夹门？唉，你落手啦，你打到我重伤都好过坐三十年监啊。嗱，我再讲多一次嘅，一次嘅啫。你唔使再嘥口水啦。叻，小六啊。有只雀仔跌落水。有隻雀仔跌落水。Andy， 石探长，我今天来找你是秘密的，没人知道。石探长请听电话，你太太找你。石探长请听电话。石探长请听电话。哦，我一阵听。一阵听。
你就搞定啦。嗯，实俾你。上头对我邀请外间一流高手担任警方嘅猎鹰计划非常满意，以后大把嘢要你帮手。不过警方唔会承认我哋嘅存在，就算发生事，佢哋都唔会出嚟帮手嘛，系嘛？醒目。石探长，揾啲咩食噶嘛？我哋办公时间唔食嘢嘅。我请你啊。喂。咁就鲍鱼、带子、牛柳鸡丝饭炒底，加火腿生菜丝、双蛋铺面，菜丸啊另碟上，快麻。哦，几食食喎。boss 啊，唔记得俾封信你啊，希猎记嚟噶。石探长啊，嗰边有两个女仔想请你帮手啊。我有事同你 boss 倾，唔得闲。佢哋想请你帮手查太阳油喎。太阳油？系啊。啊。警方要为市民服务的。Andy， 我在希猎考古发现了一件非常奇异的事，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研究，我相信你是绝对不会失望的，不过你要事事小心，国际特务已经开始跟踪我。沈坤，我的地址是玩啊！我舅父啊，带我旅行喎。哦。芬芬，放假啦，你个波冇用啦，俾我。喂。你个书包都冇用噶啦，我嚟啊。眼镜都冇用啦。你做咩吓人啊？佢生出嚟就系俾我虾噶啦，系咪啊？吓！斌斌啊，乜你成日俾人虾都唔还手嘅？君子到口不到手嘛。做咩啊？又俾人虾？史太猪恰佢咯。好，我同你报仇。你系咪成日虾斌斌嗰个史太猪？系又点啊？哈！你个死肥仔啊，又肥又论尽又核突又样衰又猥琐，都唔知道你阿爸点生你出嚟嘅。我而家帮佢教精你。去蝦一個人之前要搞清楚人哋係咪有個好勁抽嘅人做後台。講咩啊，爸爸？叫我爸爸都冇用㗎啦，你個樣咁衰，放你爸爸靚仔得咗係咩？我真係戥你阿媽難受啊，日日對住兩個咁核突嘅男人。你要放手啦嘛。多事喐埋你啦。你都怕唔係個爸爸啩？佢係我個仔。哈，玲瑯真係英俊可愛，天真有型啊。在蝦人之前要搞清楚人家是不是有个好劲抽的人做他的后台。怎么啊，大侠斯洛格？没啊，我打到个老豆扑街，他即刻跪在那里，给我眼镜去抌一脚，那就没事咯。啊哦。你。舅父啊，我们会去哪一度玩啊？你一定喜欢的。哪度啊？希猎啊。啊！呢度背景唔错喎，你影翻幅相咧。咁样企好唔好啊？嗯，唔好喐啊。
博士啊，你个老友都揾笨嘅，叫我哋嚟揾佢，自己唔知道走咗去边。唉，算啦，希腊风景咁靓，咪当嚟度下假咯，系咪啊？啊，个神殿真系靓。唉，舅父啊，呢度咩地方嚟噶？嗱，等我话俾你听，呢度咧就系亚特朗神殿，系代表希腊雅典嘅古迹嘅。嗯，王大师都唔知劲佢几多。你傻噶？王大师有咁多柱咩？诶，嚟嗱，呢度系几千年嘅古迹，佢供奉嘅系雅典娜，亦即系话咧系雅典嘅守护神啦。嗯，哇，呢度唔知道有冇一元签球嘅咧？我看到一支上上签啊。外求签。喂，你识讲希腊话咩？唔识咯。咁你点求签啊？嘿，用国际语言啊嘛。Hey,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You're under arrest. Why? Take them away. Why? Hey, this chair is really big. Ha. 仲望乜嘢啊？孭晒镬啊！斩。喂喂，哎呀，条仔嚟咗，仲唔理我添啊？我仲整咁大个心。哈哈。嗯。哎 ，stop， stop， 老哥喂 ，stop。舅父啊，点算好啊？我哋过去睇下啦。哦 ，Andy， 沈君，我揾你好耐啊，但你唔喺度。呀，一言难尽。诶，唔好意思啊，我朋友抢咗镬，我住喺 Simiris Hotel， 你得闲揾我啦吓。Andy， 哦，等住，沈生，你哋系咩人？国际刑警系负责保护。嗰件嘢嘅，你哋要小心。KGB 嘅人跟踪咗我好耐。放心啊，我哋知道啦。是吧是吧，是吧是吧。苏联人，你出卖咗我。哎呦，知嘅就交件嘢出嚟。你冇用噶。好彩别甩嗰两个希腊差佬咋，如果唔系坐紧希腊监啦。你带斌斌翻去先，我依家翻嚟揾你。哦，你冇机会噶啦，文勇，我哋先系真正国际刑警，放低枪，快走！大哥，快走啊！Thank you.
好嘛，拉斯，系。我哋国际刑警沈坤，你点解要追沈坤？你唔使多问啦，呢啲系我哋嘅事，我哋点解话俾你听？好，大家咪讲咯。诶，咪住，咩事？你系咪罗力？叫我 Andy 啦。我见过你嘅档案，你而家系香港警方嘅第一号猎鹰。沈坤喺希腊发现咗一件好有价值嘅古物，俾苏联特务局 KGB 追杀。听讲大头子卡罗夫亦都已经到咗，唔怪得佢写信俾我啦。他现在在哪边？走了。 Andy， 我希望你和我们合作，如果见到沈坤就立刻叫他来美国领事馆找我们，他的处境非常危险。好。Afternoon,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looking for Andy Law. Can you tell me his room number? Sorry, I can't tell you. Hey, 你找你哥哥？是。我是他助手来的，他出了去，我带你上他房等他。麻烦你。来，请跟我来。哇！
欧洲兄两个坐次嘅咩？嗯，两边我会唔会快啲咧？有个成身血淋淋嘅人咧，仲摸我攞油啊！喺里边咧，哎呀，我套任衫都攞埋去啊！Mr. Shen, your box is empty. 你听不懂吗？你是哪里人？上海人，潮州人。我会十二种中国语言，六枚各方面在解释。跟宝妈去咗边？系咪我讲出嚟就放咗我？你冇资格同我讲条件，我哋可以同你打针，你就乜嘢都讲晒出嚟，之后你会变成白痴。冇，我讲，我净系讲俾你一个人听嘅啫。OK， 你讲啦。你用的是中国南方的咏春标志，不过你火候还未够，你现在断了偏骨还未死得住，你说我就帮你叫医生。嗯，帮你走街。你说的是香港的一句粗口，沈先生你太没有家教了。你几个朋友已经离开到希腊，翻咗香港。我相信啲嘢一定喺佢哋度。Injection。搞匀咗啲面粉之后，就落啲发粉，然后再打只鸡蛋落去，跟住落埋啲香油啊。仲有砂糖、牛油。妈咪，我翻嚟啦！妈咪，妈咪，斌斌，你翻嚟啦！希腊好唔好玩啊？好玩啊！妈咪啊，点解你唔去希腊啫？你妈咪日日夜追电视，边度肯去啊？我翻嚟啦 ，Andy， 你翻嚟啱啦。咧，头先有个女仔打电话嚟俾你喎。边个啊？佢仲留低电话同地址添，诶话咩青年中心咁话，你喺度啊？佢话系沈坤个妹嚟啊。边个嚟噶？关你咩事啊？听日要翻学，快啲入去执嘢嚟。踢死你！快啲翻嚟！喂，斌斌啊，你帮下手啦！死尿带咁多嘢，佢咁耐拉链都未开过，挤好佢啦，去啦啦。诶，苏格，我依家要出去，你留低喺度睇住斌斌同我家姐，知道吗？
你讲嘢啊，系你？喂，哎呀，死仔啊，快啲嚟帮手啦！啲人仔细细攞咁大个剑，都唔知人哋辛苦嘅，你笑得咁古惑，系咪收埋啲乜嘢喺度？冇啊，收埋啲食得嘅嘢，真系冇啊，真系冇，冇啊，嗯，行开。冇嘅，喂，唔好净系坐喺度啊，快啲执嘢啦！点解佢头先睇唔到你喺度嘅？系我令到佢睇唔到我嘅。真系你讲嘢？我唔系讲嘢，我系影响你嘅脑电波，令你感觉到我讲嘢啫。我都唔明白。你唔使明白噶，最紧要系你帮我。冇问题啊，我哋可以做好朋友噶。好啊，诶，我俾我手指咩啊？哎呀，你都冇手指噶。各位，我拍先噶，老友，乜你学车嗰阵时，师傅冇教你用车头拍位嘅咩？咁蚀底啲，咁你只系打横嚟讲嘅啫。诶，咁啊唔系咁讲啦，我为你好嘅咋。呢条街咧就好多细路仔中意画花啲车嘅，尤其好多高空杂物、石油气罐啊、电视机啊，系咁抌落嚟嘅，我系你就唔怕啦。香港啲揾食，将啲眼明手快，咁先揾到好位拍噶嘛。唔该 ，Winnie 沈小姐喺边度？佢做紧运动。唔该。唔好意思啊 ，Winnie 沈小姐系嘛？我系莫连玉 ，Winnie 沈喺嗰边。唔该。你揾我啊 ？Winnie 小姐。系啊。我是 Andy。 是，我打个电话给你。你哥哥怎样？我也想问你，他在希烈打个电报回来，告诉苏联人追杀，去酒店找你，之后就没消息了。没来到。那哎，他究竟得到什么被国际刑警追？我不知道啊，他了个几月一点音讯都没有，我都是抄个电话簿才找到他的地址和电话而已。喂你，哎，那凡人又来了。哎，不好意思，我的车被个雪柜砸烂了，所以离迟了。乜你识个人噶？系啊，他叫 Andy。Hello， 叫我老细得。老细？吓，佢姓老，叫阿细啊。玲子都几叻喎，咁你咪由细到大，人人都叫你老细咯。Andy 啊，不如去我屋企接倾啊，我去换衫先啊。好啊。喂，嗱，咁耐至讲啊，你咁英俊就无谓沟佢啊。他又浪里又大洗，底子又曳，仲成日惹埋啲麻烦仔。我当做慈善去沟佢咋，你啊无谓制啦。老细，你似乎做咩都好中意劝人咁。不过呢件事你放心，我唔会同你争嘅。啊！救命啊！啊！耶！你冇事啊嘛？睇嚟对方已经追到嚟，我哋即刻走啦。快啲揿 lift 啊！仲揿 lift， 行楼梯啦！嚟啊！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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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我受人二分四嘅，大佬叫我嚟捉人嘅咋，唔关我事噶。哦，哇！走。冇嘢嘛？唔紧要，我为你扑街我都制噶。Andy 啊，我哋而家应该点啊？我唔敢翻屋企啊。咁去我屋企咯。Andy 啊，我可唔可以去屋企避下？咁都好嘅。嘿，唔使惊。我呢时候唔会放弃我女朋友嘅，我都去你屋企助你一臂之力。好。妈咪，我要食雪糕。得啦，我件事都架整紧嘅，你自己去攞啦，唔好嘈住妈咪睇电视啊。好啊，叔叔，我一杯雪糕咧。得。啊，系雪糕嘛。呢杯你嘅吓咁细杯噶，系少食多滋味嘛，食咁多病噶，嚟吃醉啦！哇，呢餐你劲咯！哇，哼！你唔开心啊？梗系啦。我杯雪糕咁大，我杯雪糕咁细，你可以整到佢完全见唔到你，可唔可以整到佢俾杯大雪糕我食啊？可以，不过食咁多雪糕对身体冇益噶。就系你啊，帮我一次咁多啊！好啦，帮你一次啦，嚟啦，食雪糕啦！哇，俾我食啊，俾我食啊！哇！有冇搞错啊？食咁大杯雪糕，想病啊你？我食嘅差唔多，冇法子啦。我嘅脑电波净系可以影响一啲意志力弱嘅人，门钟叫翻醒佢啦。嚟，等我。唔该，家姐，入嚟坐啊。呢两位家姐，呢个系 Winnie， 呢个系老三，佢哋可能喺度住两日嘅。啊，欢迎欢迎。小碌架，上去搞掂两间房先啊！哦，一间得啦，一间容易保护你啲。一间，吓咁一间啦，佢就走噶啦。喂，咁两间啊？系两间啊嘛，冇变啊嘛。入嚟啊！而家想同阿根用嚟一次啦 ，Winnie 啊，呢间房你嘅。哦，咁我咧嗰度咯。咁呢间咧，我家姐个仔。嚟出嚟叫人，嗱，嗰个就 Winnie 姐姐，呢个老先生。Winnie 姐姐你好，系老伯伯你好。啊，个靓仔真系正乖伶俐啊！搣下先。喂，好衰噶你，早唞。唉，做咩啊？你早啲唞啦。点啊？你系边个嚟噶？我啲朋友咯，唔好理咁多啦，早啲入去瞓啦吓。佢哋边个啊？个女仔嘅意志力好强，个男仔好蠢 ，IQ 好低啊！嘿，靓仔，做咩啊？我醒十皮你，你借个窗我行出去。喂，佢想做乜嘢啊？啲人类好无聊啊，佢想偷睇女仔嘅身体。吓？我找舅父来，不用等我影响他的脑产生一些幻觉啦。
会咁嘅？我借咗啲恐怖幻觉俾佢啫嘛，今晚唔使俾佢烦住晒啊！佢呢个人咁衰，应该惩罚佢多啲啊！好，将佢身体组织捣乱24小时啦！好啊！啲手脚调转晒，冇咁戆居噶，梗系发梦再瞓过。又唔似发梦喎，啲味咁似，唔通真系撞邪？今晚仲未起身啊？系啊，好瞓啊嘛。落去食早餐啦，探总都嚟咗啦。我唔去啦，我病啊。病？使乜叫医生嚟睇你啊？哦，唔使啦，冇乜嘢嘅。咁好啦，我叫探总上嚟啊。喂，死啦！你去边啊？咁俾人捉去当怪物咁研究添噶？唔系啦，走啦。咁你即系唔识嗰班人噶啦？系啊。我再同你个朋友倾下。嗯。喂，你做乜嘢啊？冇嘢，我喺度练瑜伽啫嘛。啊，你啲瑜伽术难度好高噃。石探长啊，呢个就系老生。哦，我姓石。我咩都唔知噶。咁你认唔认得袭击你哋嗰班人？唔认得。哦，冇问题嘅，班人认得佢咪得咯。如果离开呢度啊，一定追明佢沈小姐嘅下落嘅。系噃，同警方合作系香港市民嘅责任。啱啊，不过我唔系香港市民，我入咗尼加拉瓜籍噶。算啦，探长，我同你认人，唔使理佢啦。都好，我陪你哋去。好啊。系，咁好行。哎呀，我留咗件帽啊，你哋落下边等我啊。好。死啦！咦，你又做咩运动啊？哦，压腿啫。我攞翻顶帽先。好啊。哇，你啲一字马好劲喎！周不时练嘅。第日我都要跟你学下嘢。拜拜。哦，拜拜。得闲饮茶。今年你哋轮流请我食嘢，轮流同我做功课，知唔知？斌斌，慢行住。去游完浮了吗？是啊，我可以旅行啊。咦，肥咗噶。嗯，个书包咁大袋系咩嚟噶？俾我。啊，你仲系有告别声听噶？哎呀，你告我添，俾啲你去睇下先啊。唔好啊。喂，你仲唔上去帮手？唔得噶，我唔够嗰屎太猪打噶。你够噶，去啦。放手啊！放手！你同我讲嘢啊！史太猪，我唔准你再虾啲同学。你梗系想打定啦！有添噶，真唔真噶？嗯。我认到六七个人啦，叻唔叻啊？如果幕后系 KGB 嘅人，咁就捉到都冇用。我担心我哥哥啊。
Andy， 你哋都嚟咗香港？我哋知道卡洛夫秘密嚟咗，所以翻嚟调查。你话我拍档 Cindy， 你见过啦？系见过，最唔中意用枪嘅功夫女警啊嘛。系咧，听讲你寻晚俾人袭击。呢啲事好普通嘅啫。你唔好太低估卡洛夫啊，佢系真正嘅一流高手嚟嘅。睇下点啦，行啦。好。你真系唔惊过卡洛夫啊？边个话俾你听我唔惊噶？咁你又扮晒嘢？哦，扮下嘢唔得，如果唔系咁啊，佢哋日日夜跟住我同你噶啦。有咩唔好？哦，佢哋跟住晒嗰班人点会出现啊？你咪想引佢哋嚟系嘛？系啊，怕车嚟到添咯。喺呢度要先向你哋两位讲声对唔住，要你哋两位喺咁屈质嘅地方同我见面，仲有琴晚嗰班人系香港请嘅 part time， 质素好差，冇乜礼貌，我向两位道歉。我哥哥呢？佢而家好好，冇穿冇烂，食得瞓得，只要罗生交件嘢出嚟，即刻放人。你讲咩啊？唔好浪费时间啦，沈坤乜都讲晒。建议放在一楼周学房，那间房是用你的名订的。我没拿过啊。罗生，你应该知道和我的作对的人还惨过身外之病，而且成世没有教学份，餐餐背着锅炉，都嘢都没乜乐趣。好对不住，我用了比较粗糙的字眼。我只是知道，如果贵国的人在香港被捕的话，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哼，我在这里是隐形的，根本不存在。喝茶调了点。嗯，真是靓，转杯。嗯，你没事吗？平火，我其中一个师傅是中国人，塑造各门各派的功夫，你想捉我没那么容易。好啦，件事在哪？我都不喜欢看人家的痛苦表情。哎呀哎呀，小心点！你岂料带了什么回来？没有啊。喂，没事啊，什么都没有啊。真的没有啊。哎，如果那些年轻人有什么东西，哪里收得埋的？有什么特别东西，他还不养出来吗？其实你想找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你即刻去查下岂料带回来的东西。死啦！人沟女，我沟女，又会沟到撞邪嘅。啊！啊！啊！你唔好叫啦，我要将你只手变翻原状噶。哦，原来你搞成我咁嘅，唔叫我搞啦。啊！你唔好叫啦，我可以令你有超能力噶。咩超能力先？你命令啲人做乜，佢就做乜噶啦。系咪真噶？你试下咪知咯。嗱，我而家先还原你只手脚啦。你试下佢啦。小鹿架，过嚟。
得喎，冚住嘅吧，得喎，俾曬錢嚟。咁恩噶你啊，去自己食屎啦。哦，揾第二个试下先。喂喂，超能力要距离我五尺之内先得噶。好死佢，好死佢！哎呀，我，哎呀，咁卵震啊！八达啦 ，Winnie 啊 ，Winnie 啊，叫我入你房啊 ，Winnie 啊 ，Winnie。老成，入我房倾两句啊！啊，哎呀，真系靓啊！你啊，借呢人哋屋企做咩啫？系保护我啊，就跟埋你啦。今日好彩得 Andy 咋，如果唔系啊，我都唔知点啦。诶，我听日开始保护你。听日，听日唔该你去死啦！哎呀，闹我？喝翻嚟，喝翻嚟。入边有好多曱甴啊！你帮我捉晒佢啦。系。除衫，除衫，快啲除衫。发达啦！你真系心想事成啊！切，而家有咗超能力，使乜沟佢？以后大把靓女啊！唔认得我，你唔认得我，唔认得我。先生咩贵干啊？俾晒啲钱我，你俾晒啲金牛我。正要金牛，唔要青蟹，$500纸要细唔要大，你俾晒啲金牛我，经理，俾晒啲金牛我。经理，咩事啊？经理嚟啱啦，攞多啲金牛俾我，要金牛唔要青蟹。打电话，打电话啱啦，攞完钱。叫定的士送我走，啱啦。你唔好拉我，我系你老豆，你唔好拉我。司机，唔好去青山，去我屋企。去埋老尾。喂 ，Andy， 我发现咗个人。边个？沈坤。哦，咁我即刻嚟。罗生，石探长等你好耐。好，老石，老石，老石。沈坤，沈坤。发生咩事啊？唔知。Andy， 你信唔信都好，我嚟到佢已经死咗。你点入嚟噶？前门咯。前门？你有冇见到佢啊？冇啊。今朝嗰个唔系佢嚟噶。我由朝到晚未见过佢入嚟啊。喂，对唔住 Andy， 我而家要拘捕你。家姐 ，Andy， 唔该，你冇事吗？我冇事，你放心啦，我阿哥佢点会死噶？系一个圈套嚟嘅，我去到嘅时候佢已经死咗，仲系俾擒拿手杀死添，一定系卡洛夫。卡洛夫，诶，我谂你唔好留喺我屋企啦，下一个对象一定系你嘅。家姐，我叫你通知嘅人，你通知咗未？我通知晒噶啦。万事要小心。哎，细佬，山水有相逢啊！咁系点啊？
我入咗嚟之后识咗唔少朋友，多过上次好多噶。喂，等啊，等啊，我都以为冇仇报嘅，点知你都有今日啊？今日你一样冇仇报。嗯。讲朋友，呢度我多过你。李哥啊，令仔飞咗入嚟啊，叫我召集人马，如果用人呢，我都有二百人咁多啊。唔使啦，叫佢哋轻手啲，唔好搞出事。哦，喂，系咁意，打个零钟头好啦，啱唔啱听啊？啱。有啲饿饿地咁嘅，睇下有冇嘢食先。啲生冷嘢都系唔好食。几位几位，唔好客气啊，吓随便啦，继续啦吓，继续啦。做乜嘢啊？斌斌啊，快啲匿埋啊！点算啊，翡翠？你俾我只手指掂下佢，佢就会充满力量噶啦。哦，碌解过嚟啊！过嚟啊，过嚟啊！哎呀，真系冇用，小碌搞晕咗啊！咁而家点算好啊？做咩佢睇唔到我哋嘅？我用电波影响佢哋嘅脑神经，令到佢哋见唔到我哋三个。但系你唔好再出声啊，因为我个电波好弱噶，一嘈咧佢哋就见到我哋噶啦。好嘢，好功夫，好剑法。哼，死鬼佬，系咪你陷害我细佬嘅？系。广东人话斋系我善佢，哼！等下先打到你摊摊腰。女人好打系有个限度嘅，你个细佬都唔够我打。睇住，你呢招系咩嚟嘅？我个衰佬滚完翻嚟咧，我就用呢一招嚟搲佢噶啦。好佬怕烂佬，烂佬怕泼妇，原来系咁。不过我专收泼妇。啊！
快点死去做啦！我已经充满超能力啦！是吗？我都说女人好大的有限啊，看看是谁了。是你 Morgan 那只眼镜。你的广东话和英文又说得这么憨憎。That's it.被人捉了，如果有什么事你一定要负全责。好，我们一定负全责，但是一样不可以放你走。我不理你说什么，总之我一定要出去。 Andy， 如果你乱来的话情况更加坏。卡罗夫先生怎么样？他们不会放 Andy 的，你可以慢慢熬个年轻出来。我不喜欢 Andy 这个人继续存在，你试做吧。我姓我哋化验过呢块翡翠，佢硬度仲高过钻石，冇办法掘开，用仪器探测，又一啲反应都冇。佢一定有一股神秘嘅力量。寻日我差啲俾佢控制住，好彩我意志力强。咁我哋应该点做呢？嘿，小朋友，我知你适应呢块翡翠，你用俾我睇啊！唔知丑，你要明白我唔系奸嘅，我系为咗人类嘅幸福先带你嚟呢度嘅。如果我哋知道呢个翡翠嘅能力来源，咁就系人类历史上最大嘅发现。你话俾我知啊，小朋友，讲啦。唔制，又冇着数嘅。你想要咩啊？你俾只手指我咬一啖啊 ！OK，
原来你好人嚟嘅，我唔咬咯。啊，唔紧要，咬啦。好啊，我细细力咬一啖啊。你讲俾我听。我叫你俾我所知，我咬一啖啫嘛，又冇话咬完就讲。OK， 你谂清楚，如果你合作就有雪糕食，如果唔合作，乜都冇得食。走晒啦！你快啲讲嘢啦，比赛快啲讲嘢啊！即刻送佢去病房啊！你手啊！掉咗你唔好同我玩噶啦，大佬啊，得翻一只手指嘅咋，帮你搞掂埋佢啦。上车。点解要我用葫芦嘅方法？如果唔系咁做。警方里面的内奸一定会有所预防，而且我仲发现卡罗夫总部的地点，我怕他们会搬走，所以就不用警方的人。上级要你马上展开行动。而家分开两组，一组由三楼杀落嚟，一组由地下杀上去。咁、我哋点分组啊？老方法啦。哦，妈。咁你哋两个一组，由地下杀上去。嗯，我嚟行。嗯，你执到咧。我睇佢哋今晚会嚟，要小心啲。Yes sir。老友记，老友记，系老友记。老友记，点解你到而家先睬我嘅？我一有反应，佢哋就用镭射光嚟劏开我噶啦，系你都唔敢有反应啦。咁你而家又睬翻我？有人嚟救你啦！吓、在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害怕的，因为我好害怕换咗佢啲衫。佢哋嚟紧。
小心点。Billy， 我哋分开去对付佢哋。Andy， 如果今唔坐嚟呢度送死，咁又何必呢？你交翻斌斌出嚟俾我。嗯？啊！佢走甩咗 ，Andy， 冇醉啦，揾斌斌紧要。嗯，好啦。你做咩唔叫嗰个外国人放我哋出去啊？佢个意志力好强，我冇法子控制佢个脑电波，佢个思想好邪恶，好残忍噶。老友记啊，其实你喺边度嚟噶？喺好远好远嘅地方，离开你哋呢个星球几百万光年噶。咁有冇由呢度去到非洲咁远路啊？你大个啲就明噶啦。离开咗呢度之后，我想你帮我一件事啊。是什么事啊？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可以告诉第三个人知的。得。斌斌，妈咪舅父。斌斌，妈咪。斌斌，你怎样？妈咪，我累啊。卡姐，带她回家休息一下。不得，你家太危险，我坚持她留在警署。点解仲俾佢揽住嚿嘢？系啊，你睇下呢嚿嘢唔知分泌咩出嚟，黐住斌斌嘅身体，睇嚟唔开刀系分割唔开嘅。咁奇怪？嗯，呢嚿都唔知系咩邪嘢嚟。家姐，一定有办法嘅，你放心啦。我哋出去倾下。嗯，好。你两个夹住佢。Yes sir。你哋听住，我而家要带个细路仔出去。姐姐啊，你好吗？唔该你俾一张去希腊嘅机票我。小朋友，你妈咪去咗边度啊？俾一张去希腊嘅机票我哋。
细路一个人去希腊，已经证实咗，一定系个翡翠作怪。咁点啊？我都去一次希腊。我回来了，希望你保佑我送翡翠回去。Thank you。 他们派人上飞机查过，但是找不到彬彬。不可能的，如果那个翡翠真的有神奇力量，那未必不可能的。是啊，我那晚用个鼻碰一碰就变 He-Man 了。你收声行不行？ Andy， 其实做警察和做贼一样都有想象力，如果人人说翡翠有神奇力量，那也有可能。 Hello， Yes， I'm Cindy Morgan。 OK， thanks。 一个钟头前有个小孩子买了一只船去一个小岛上。翡翠啊，我哋去个岛做咩啊？嗰度系我屋企嚟噶。系啊。小朋友，我哋要见面啦。嗰边啊！问佢洞口喺边度？喺你哋右边。企度。问阿翡翠带我哋去边度？翡翠啊，你带我去边度啊？跌咗落去啊！吓，哇！呢度又阔又大，跌咗落去死梗啦！系啊 ，Andy 而家去咗边啊？我都话唔好嚟希腊噶啦。咁点啊？呢次弃晒啦！咪嘈啦！咁我哋。好彩我身心唔切啫。你冇事啊嘛？你哋冇事啊嘛？我哋冇事，佢哋捉咗彬彬喺上高铁路走咗，快啲去追啦！好啦，咁而家点啊？呢度啲光线咁充足咁柔和，一定有好多折光嘅设备，系唔会冒露出嚟嘅。嗰边有三块石，上高都有符号，一定系控制嗰三道门：箭嘴、菠萝。这三个记号究竟哪个才是代表出路？看公仔都知道，boss，骷髅代表危险，菠萝我代表没事，箭嘴就代表出路了。大家过来。救我！
智力强。等我试下。呢条隧道有啲古怪，等我行先。小心啲啊！净系踩啲岗位啊！怪物咁啊！佢好似死咗。各位，我而家系用脑电波同你哋讲嘢，所以任何国籍嘅人都应该明白，我系另一银河系嘅外星探险家。在你们地球时间2000年前失事，飞船坏了，无法子回去，所以在这里做了这个基地。这里的人当我是神，我制造了个地球人最完美的女人形象给他们看，他们就叫我维纳斯爱神。你是维纳斯？哦，正盖会。我成功地发明一个方法，将我急冻之后变成光晕回去我的星球，但是我在一次意外受了伤，全身瘫痪，所以要找一个希腊人帮我将块翡翠放落这个机器里。这块翡翠是我的电脑和宠物的混合体，是有思想的电脑，亦是动力的锁匙。如果你们听到我这段声带，即是那个人骗我拿走了电脑，不过电脑一定会回来，只要他找到一个脑电波适合的人。原来是这样。活了这个外星人回去，小朋友真是多谢你吧。卡洛夫，放下他。你说放就放，那我咪好没面。多谢各位，我帮国家得到这个外星人和发现这个基地，我肯定进入领导层。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好乐意送几位上天堂。
点解佢对西唔受磁力影响嘅？出奇呢，好彩我呢对西系用一种特别嘅超合金制成嘅，完全唔受磁力影响，系我哋国家荣誉出品。Come on， 小心。唔使惊啊，唔好踩啲石头，踩石啦吓！你终于回来了，我可以回去了。多谢各位，我起程回去我的家乡，祝各位永远幸福快乐。鬼佬去咗边啊？同个外星人翻去太空。去太空？翡翠你点啊？吓，练下我啦，翡翠。再见啦，小朋友。我嘅能源用晒嚟送我主人翻去，我要死啊！翡翠你唔会死噶，你唔会死噶。再见啦，小朋友。
唔好喊啦。嗱，翡翠既然隔识你咁多嘢，你唔应该忘记佢。翡翠仔啊！